做的碰撞，每次经历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看我的车，这是层面上的一个东西。现在我们调一些水量模式，然后每后一次就减掉我的水量。难度是这样子的，它越转到越后面，那个障碍物就越多。那这个是个 boss， 第二个 boss 更加难打，一个 boss 会比一个 boss 难打。你只要左右躲避一些技能就好了。